果然没有猜错，我逮到你了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你松开！你少跟我装蒜，走，跟我见大哥。你干嘛？拽疼我了，松手！哎，我给你们装了那么多钱，你大哥会相信谁？我劝你最好跟我想想清楚，松开，松开！你竟然敢威胁我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 悠悠，悠悠，悠悠，你杀人凶手，你放开我！陈斌，这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你爹没有死。悠悠，行宫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丢下了你，让你遇险。 悠悠啊，我离开抚仙城了，千岁大人救了我。你小心点啊，别被贤王发现。过段时间我回来接你。这是我爹的字迹，他真的还活着，他现在在哪儿？等风声过去之后，我就带你去找他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清楚呢？你也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啊。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痛啊！找到你就不痛了，悠悠。以后任何事情，我都会跟你说清楚的。